Hello，大家好。然后今天我录的就是这个冒菜。然后这边是一个甜甜圈，还有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他那边没有写着。然后我问店员这是什么，然后他跟我说里面夹的是奶酪，然后我就觉得它蛮像那种芝心塔那种，所以我就觉得给它取个名字叫做芝心奶酪包好了，就叫它。这是刚才下课之后去图书馆楼下买的，然后这是点的外卖，这个是他那个外卖这个单子，吃的是冒菜，看得清楚吗？应该看得清楚吧，应该是减下来是23块钱。我的水。然后开始吃吧。哎，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个冒菜，因为我们学校附近没有太多家冒菜店。然后这家因为如果吃套餐的话，里面会给你放豆芽，所以我就没有吃过。然后暑假的时候，我看大家好多都在吃冒菜，我就超想吃。我也不知道它和麻辣烫的区别到底在哪。我今天没有放那个方便面，放了你们之前给我推荐的那个宽粉。试一下。这宽粉挺有嚼劲的，还有这个青叶豆腐。因为之前我说白叶豆腐，你们都说叫青叶豆腐比较多，就叫它青叶豆腐好了。然后腐竹，它肥牛放的不是很多。太滑了，这个宽粉夹不起来。还放了一点午餐肉。
真是我的金针菇哪里去了？算了。如果这家冒菜里面有紫薯丸子的选项，我可能肯定会选的，可是没有。这土豆有点硬。以前我比较喜欢吃酸辣土豆丝，现在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小的土豆，椒盐小土豆那种，焦焦的很好吃。不是很喜欢那种稍硬没有太熟的那种爽口的感觉，我不喜欢。看得清吗？点的是中辣，我觉得还蛮辣的。是有去食堂吃三锅了。上一期视频我们老包不是出路径了吗？感觉你们都还蛮喜欢的。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叫老包吗？因为他很喜欢买包，但是他买了新包也还是背老包，所以他就叫做老包。他就是之前大一的时候一直在背那个电脑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 man 的，他穿那种夏天穿一种很娘的那种连衣裙的时候，也会背那个很 man 的那个电脑包。但是那个电脑包比较实用，但是出门就是撞的几率很大，基本上出门可以碰到两三个都背着那个电脑包，而且都是男的，从来就没有碰到过女生背那个电脑包。不过现在他有点变了，老包老包，他是不背新包。其实这是后来取的，之前他初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叫老包，是因为老包他就是包包大人嘛，就是很好心啊，他什么事情都想都要管的。像那天水不是我吃到一半那个送水的大叔来了吗，然后老包就是每个学期开学初都会把那个饮水机擦一下洗一下，因为时间太久了嘛，反正这种事情都是他做的。我们寝室80%的地都是他拖的，拖地的80%都是他拖的，反正10次8次是他拖的啦，很好吧。而且我是寝室长，我都不怎么管这些的。
真的没给我放金针菇哎。还是蛮辣的，我身上好多那个，你看看得到吗？就是那个汁碰到白衣服上，好辣！嗯，先吃什么呢？先吃这个好了。进去。你看，这我去买的时候，它还是有点热乎乎的，我就买了。嗯。好吃，超级软，超级软。底下还有一层那个蓝莓酱。我吃东西还是蛮小口的吧，反正这种东西我都吃不了太大口，感觉嘴巴不是特别大。希望没有寄鼠菌，那就比较尴尬了，吃了十几二十几口。他这边真的超多酱的，你看。就酸酸的奶酪吧。
今天我去上课的时候，就是跟我室友一起去上课的时候，然后在路上他突然说，他突然就突然笑起来，然后我问他怎么了，然后他说你好久没有唱再见了妈妈紧握我就要远航，就是那个快乐星球里面的歌，因为我之前上学去的时候很喜欢唱，几乎每天都要唱这首歌，但是唱来唱去就这几句。之前寒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就 B 站一个剪辑视频，就是那个时候艾克说用六国语言说的那个剪辑，那个超级逗，我觉得我当时看的时候肯定还觉得艾克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我当年看那个艾克他们那一部的时候，我觉得艾克好帅，我觉得艾雪根本配不上艾克呀。我还很喜欢唱那个什么无情的世界无情的你，因为日常怼室友有时候他们就是做了让我不太开心的事情，我就会唱这首歌。以前大概上学期每天都会唱三四次的样子，然后寒假就没有在家里唱过。寒假第一天在家，我妈让我去干什么，然后我也唱了这首歌。我妈一脸疑惑的看着我，那首歌叫做看透爱情看透你，我一般都会唱完无情的世界无情的你，然后就说看透爱情看透你，我和我室友都这样子，他们都被我带起来了。去买这甜甜圈的时候，我还找了很久，看它没有摆在那里，它竟然挂在那个面包车的那个树枝上，它就挂在那边。刚才那个比较好吃，刚才那个7块钱，这个是6块钱。就太干了，如果有点夹心就好了。还有我就是很喜欢听那个西海情歌，你们听过吗？就是江央卓玛的。那个时候我们豹哥上学期，豹哥是这个床的，就是跟我同一个床连着的，他上学期是什么宁波音乐节还是什么，反正就是什么活动，然后他就是去那边，然后有蛮多明星来唱歌的，然后他知道我喜欢江央卓玛，然后他就录了江央卓玛一整段的那个四海情歌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我跟你说他录来的那个现场听的，就是传过来的跟他那个 MP3 那边就是那种我们网上听的那种，就是真的一模一样的，就是没有，就是听了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那种感觉。然后他江央卓玛之前他录的是那个张宇的那首歌，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张宇的，我觉得他还蛮搞笑的，有些歌像什么他有什么歌啊我忘了，他后来主持跟李湘主持那个节目我也很喜欢看，但是他那个现场唱的真的有点不大好听，但是我们豹哥他是因为魏晨然后才去的那个。
有水要干锁了这个东西。金针菇3.3。本来想喝这个汤的，但是我把那个东西扔进去了，把刚才那个这上面的那个草给扔进去了。下爱情歌我真的好喜欢听啊！我那个时候上学期期末，我一边复习一边听的，就感觉真的能让人那个心静下来，他那个声音。然后今天就录到这里啦，拜拜，下周六见。